最新流行的超高速自动刷 EUP 位置在 W2 声线鸟飞过来了。角色建议用药吸，进场后往右一直跑到这个位置，先保持一点距离把小鸟吃掉，然后把最左边的砖块全部踩爆，再来踩爆中间最上层的砖块，然后把乌龟吃掉吐到右边，跳下去踩龟壳让它停止，然后按住 Y， 靠近它就会爆起来。往左移动到影片位置，细微移动到最边缘快掉下去的位置，左香菇头向上，然后放开 Y 就会把龟壳往上抛。再来向左边跳，贴着墙壁滑下来，屁股碰到龟壳的时候会自动弹上去，然后就不用做任何操作了，角色会自动用屁股刷 EUP。在过程中，你如果失误或位置没有瞧好，就先把乌龟停下，然后重新抓起来再放一次就可以了。刷满99个 EUP 之后，往右边跳下去自杀，然后离开关卡就会储存你刷完的 EUP。以上，后面附录全程录影，拜拜。